许明宪呢，伊要问的是水稻的问题吼，那他之前问的都是有关于月光米吼，所以老师你也看吼，又甲咱上好伊的迄、那个有没有，就是系统表，就是种植的一个流程嘛。关于水稻又框起来，啊，你甲看一下吼，就是他指的那个部分，伊讲播田进前的四天五天伊个灌水，灌水若有到的时阵，伊个叫吼耕耘机啊。开开的，然后呢，搁用好平灌水三天，搁会播田咯。所以呢，伊框起来这部分要安怎操作？哎，啊，那他说的这个顺序呢，是不是需要改？哈、哦，老师来，今天有看得清楚吗？比较不，较无讲真了解你的一个这个意思啦，哈、哦，就是讲。正常迄、那个咱当然是看看番地吼，咱一般来讲呢，伫即、這个第一遍初棒的时阵吼，比如讲像啊种地吼啊种地初棒吼，初棒了你是毋是伫即、這个啊即、這个有机肥伊即个肥地吼，迄阵会当来甲伊啊来甲伊即个棒落吼，啊即初棒有个人会过。伊要挂病进前，伊会先甲伊啊，先会筛一遍即个许嘛吼，算伊甲伊滚过。咱讲个讲滚水田吼，先滚过啊，滚过了较挂病嘛吼。即作业是安尼，就是讲初棒一遍，啊，过来第二遍的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滚田吼，就是讲嘛是爱搁甲滚过吼，滚落病啊来较挂病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即个初棒吼，初棒这边有个人就像有个人就是我吼，比如讲，阮初棒时阵，阮就会落基肥类啊，吼，有当时啊，就落一撮仔一撮仔尿素。迄最主要迄个目的是要创啥？要让迄个田呢去啊、去小发一下呢。吼，啊，那无呢，咱就是讲啊，开始即马那是初棒了，我要开始入水啊，对吧？我要入水，我得当先去甲。啊，先去甲野肥拍肥底，啊，拍肥底的时阵，啊，我就开始漏水，吼、哦，漏水关，吼、哦，这通常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定数应该是上好去操作的一个啊，一种的一个这个做法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你起码所面临到的这问题，吼、哦，这可能呢爱小知影者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不啊，想要了解到啊，这个过程，吼、哦，这个过程呢，啊，你讲。挂稻啊了啊，几天的累产哦。那么等到播完啊了，四五天的灌水啊，灌水有够的棒产哦，随时改变三天以后。那么这种的方式应该是你早冬了晚冬是安尼哦，但是那晚冬刷过早冬这时间较长的，不是这款的一个这情形的嘞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，你是不是改变了灌水两三天过来对当伊吗？这无问题嘛吼。哦那么这个东西意思是同款吼，所以含你咧操作有啥物，含你啊，咱拄则讲的迄个流程啦吼，就是讲落肥啊，甲着即个，即无含杀草剂，即无啥物款的这问题啊。哦，比如讲像阮咧落即个，就是讲像农林菌就是因为我过来无改开掉吼，无改迄个水开掉，有个人讲水爱较甜咧。啊，即、这个较好滚，然后滚开平安尼吼，即有即种的一个讲法，其实刚好就好了嘛，无一定当啊，一定得爱足甜的，然后因为足甜的咧滚吼滚较焦无唔对，但是无一定的一个即、这个啊，无一定会较好挂病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通常就是讲会当伫啊前几工吼，即、哦。最主要的是这个时间，你会当小扎者，你几天会打，你家己爱知影。哦，比如讲我水淹到会当这个挂病这种的水量，哦，到我要补这几天，比如讲有三天我就会打，啊，这是不是三天会打？有的所在没有，有的所在伊可能伊迄水吼，有的可能无三天伊就老了了啊，吼，伊水捡较袂好。哦，因讲伊较耍地啊，是安那，所以这个日数通常三天是一个大概一个这个建议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袂去影响到你的这个操作，吼、哦，所以不过感觉讲啊，这个物件吼，这是不是啊，要安怎来操作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咱
咱的一个过程，就是讲草吼，草药啊，你咧割，你咧滚水产的时阵，就会当甲草药啊下落啊嘛。吼，啊，你若是讲无爱用，无爱用水的吼，比如讲有当时啊，你咧滚产的时阵，你会当用水的啊，你会当用水的来滚。吼，啊，伊个水的是安怎？就是讲伊个一罐啊，你看你几分地该用偌济。啊，迄、那个量啊，交代哦，即种芳产呢，伊会甲你洞坑啊，甲伊，伊会甲你挤伫迄个踏板管顶吼，迄、哦那个脚踏板伊只，啊伊就爱滴滴滴滴滴，啊那滴嘞滴嘞滴嘞，啊伊就甲你滚较好，迄、那个草药嘛差不多拢滴了，啊起来我是感觉讲即种是上好去啊，上好去操作的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应该是无啥物问题，所以你讲挂掉啊以后的内产，啊内产即种即通常即边就叫做粗胖嘛吼。哦那么要保证前四五天灌水，你就开始堵了来，就要滚啊，好，开始要滚产。要滚产的时阵，这个时阵你就会当落这个龙鳞菌，你咪当怕肥底，好，并讲啊，有的时候呢，就会当家己去嗅嗅的，好，这通常徛伫这个呢，你就也是讲啊，这个物件你就会当落去嗅，好，这啊，有的人是这个粗胖的时阵，伊就叫迄个叫神煞，即马有吼，即马有真济是啊，粗胖伊就挂落肥，吼，伊先甲你带迄个要粗胖进前，伊就先甲你缩缩嘞，吼，因为解肥了痛，啊，伊甲你缩缩嘞，安尼有个人讲安尼较会病，那四十三你是爱安尼，你若四十三拍底是安尼落较好，安尼是讲那三十九啊拍底啊，即种诶吼，你安尼落呢其实是比较好，确实没有错啦，吼，这确实是安尼。啊，会当加泡落哦，较嚼咧吼，因为这种物件，伊当这个磷的含量较悬，磷的含量较悬，你若散开开，伊效果会了较好一丝丝啦，安尼。啊，其实有龙鳞菌，我拢无咧惊吼，这啊，真的是这个伊用龙鳞菌，这個、效果差真好势吼、啊。所以这个操作呢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所以你根本你咧做的这工课，就是含咱所写这顺序是同款啊。吼、啊，所以你。比如讲，你滚产了，啊，就叫过来啊来芳产，啊，然后改变三天以后就破产，啊，拄啊好啊，哦，所以含咱写的这个过程，其实你是不是你甲书，你甲看卖啊，这是不是是同款，对吧？就是讲滚产，啊，咱就一包这肥料，吼，啊来，啊，伊咧挂病的时阵，你就当去到这个，啊，就用这个丁基热面草，吼，这种的，啊，以后，吼，比如讲你先甲嗅嗅。去甲嗅嗅，啊嗅嗅，伊伫遐咧割病，所以通常伊咧割病时阵，你先抓叫啊叫迄个生产的，甲你讲啊，你割病先抓甲我滴草药啊，啊这点心买较好咧，还是讲许呢？啊，那是小问者，一般通常是拢无加钱啦。阮遐是安尼，我唔知恁遮是，一般拢是无啥物。哦，啊来就是用一点啊，即个啊，比如讲你要用龙鳞菌，吼、哦，啊龙鳞菌你会当淋伫裤底泡内底去甲嗅嗅。有的人是安尼做，啊是讲你咧入水的时阵，你就入龙鳞菌。后边讲你要用龙鳞菌，你伫入水的时阵，你就当入这个龙鳞菌。哦，安尼对，晒安尼起来，这顺序，这应该是啊、应该是当你变哪改拢不要紧，哈、哦，这物件呢，啊，你若是变哪去甲调整呢，都可以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大概是这个做，最主要就是讲，你看你想看卖，你安怎做较方便。哦，啊，有的人伊不爱，因为有的挂病了，伊会甲水开掉啊。啊，你若甲水开掉，你阵用龙鳞菌就较无采嘛。你阵用草药啊，就较啊，即、這个上，因为咱若拄两三工啊，挂病了拄几工吼，然后草药啊甲拄几工，这效果是较好啦。迄阵还袂破产，啊，所以先拄几工，所以草一定会比啊咱的黄啊较慢，咱黄啊开根啊，绿啊较健壮啊，咱个。都差不多七天十天迄个所在，搁一遍、第二遍的，这草药啊水落去，啊，这效果当然会继续好诶吼。所以这是一个杂草控制的水产内底杂草控制者这方式，尤其咧割病的时阵吼，因若是一挂草有去许啊，伊有诶特别出啦，是虾米款吼，按落去甲拉叮当伊会较熬出。啊，迄阵咱有草药啊伫内底，所以伊袂复出呢，伊开始都要发芽，伊就熬住啊。就割掉草药啊，伊就熬制啊，所以这个效果是安尼吼，所以只要你少做者参考，你思考看卖者吼，这啊、有的人嘛认为讲不一定是安尼啦吼，啊这任何一个这个要做的好势，啥物讲不一定是安尼，这个、流程是差不多，但是有的所在真正是关水关袂掉，啊关水关袂掉，你要
你要用草药啊，吼，比如讲，咱是不是鹅病了？鹅病了，你爱开始放了大糖鹅要补产，但是迄阵伊无在条关水，吼，无在条关水，你草药啊，你无论有伫对一个时间用，伫鹅病的时阵，鹅病的时阵来改用，还是讲伫即个补了七天十天来用，即草拢较歹控制，所以你有发现讲一寡较沙地。无在条关水的这个所在咧，布产加足忝的。第一，产量较无好；第二，就是讲伊的一个这草加真歹控制，是不是有这种的这情形？哦，啊，这真侪人会讲爱要安怎加补几冬啊，就好吼。啊，甚至咱有诶，就是讲较早的人知影迄较沙地，所以因会用这个落溪水吼。为虾米这落溪水落来的时阵呢，伊这物件就一直伊若做幼粒的所在吼。一直找底，一直找底，吼，啊，找伫下骹，伊就产生一个即个离地层。啊，即个离地层对咱种其他作物不一定是好的，但是对咱布产来讲呢，足好势，伊就加一个伊迄个不透水层。啊，迄不透水层伫迄个所在时阵，因为咱布产嘛，吼，迄水关较会调，啊，水关较会调，咱有咧用草药啊，草药啊，就加足有效的。哦，所以物件拢是安尼，一好啊，得加一改。吼，所以迄个底层有个人讲话，迄足食力嘞。但是对布产来讲，你无去产哦，嘛足歹布。所以为什么一股新开垦的园呢，拢布产拢较无收，就是因为伊迄个水捡较袂掉。吼，水若捡较袂掉，管理较袂好势，通常伊就即个收成就较歹去，较歹操作啦。吼，即原因最主要是即个所在。这提供给你做参考吼，你思考看卖者，应该是会当灵活去应用迄个原则伫迄个所在的，就是草药一定爱关水，就这个原则。重要的是伫这个所在。好，你免你那是无论有补无补，草药啊下落拢爱关水吼，伊关水有甲关药病吼，尤其你拄种病了，爱用迄个关水伊的产生一个即膜啊伫伊管顶，爱覆盖率就好吼。我个人也是认为讲。因为长期咧操作拢是安尼，所以我一直认为讲这种的做法呢比较合理啦吼。有的人是不以为然啦，不以为然，这个有时候也没有办法。好。